来吧。下两首都有点不熟。回家路你不熟吗？你应该很熟吧？来吧。来吧。等一下，开始之前，你觉得开始？嗯，我只要就是压和弦一个就好了，不会太重。就是那种温温的声音。然后跟大家再确定一下，这首歌的层次基本上就是到主歌三前的间奏，就是除了钢琴以外，除了钢琴以外，大家都就是稍带这样子。哈，对啊，然后前面就是很平这样子，对。好哟。嗯，到主歌三前那个间奏就会拉，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啊。第一次唱完副歌，第一次进副歌那一段副歌唱完就要准备，就直接一个很大的落差拉起来进到一个间奏，然后就进主歌三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后面就会一直有乐器，一直有乐器，然后到刚刚。到刚刚 breakdown， 刚刚大家后面都走过，所以我觉得后面应该还 OK。好哦，那我就要播喽。好。1, 2, 3. 1, 2, 3. Intro。这边才是 intro。好。1, 2, 3。
interlude.停在这是不是？是这样结束吗？刚刚那个是对的吗？因为刚刚忽然有一个 pad 的东西啪的就不见了。你在说哪一段？哦，忽然断掉了。哪一段？你说哦，你说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？对啊。Tag。Ending. OK， 我有东西不见了，没关系。这个很恐怖，你吓死我了。基本上当天是不会发生这种事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哦，我可不可以从那个，我可以先从 interlude 的那一段再一次吗？因为我想要抓一下那个部分。interlude 是……等一下，陈伟可以先跟你确认，副歌完以后的那段间奏。是这段了。对对对，你说就是最强的副歌结束之后的那个，对吗？那个的接过去一直到中间有多长，有点不好，我算一下给大家。他的那个大，就是两次大的副歌结束之后，结束以后接过去的和弦是？结束以后接过去。反正你们副歌弹完，然后，一级是停在一级接过去，四五六四级，噔噔噔噔噔，然后一级吗？噔噔噔，这个总共有十六，弱的有十六，然后大的有一二四，对啊，大的有二四六八。也是十八，就是各两 round 这样子，都是弹一四这样子。对，但是呢，等一下我算一下啊。嗯。因为我是想要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要换和弦。OK， 好，我这样算给他，就是一二三四。
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其实前面这个一进来之后嘛，四级对不对？四一四一总共会走十六个小节。四一四一不管强弱，总共十六个小节。弱其实应该是说弱的，都是弱的。然后到最强的那一次，最强的那一次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应该说不算最后的那个 breakdown 前的一集的话，八小节，那边那个最后最强那组会换到六集。好，那我先对一下，反正整体间奏的总长度是八加八三二十四嘛，总共是二十四小节。应该说加那个啊，对，总共是二十九小节才对，二十九小节。可以吗？可是弱不是就是十六了吗？对，弱十六，强十六，这样不是是三十二吗？没有，对不起，应该是说弱十六，然后强是八。哦，强只有八。啊，强只有八了。哦，好。对。好，我再把它拆成三个层次好了，反正最弱的是八。然后再。然后这个是第二层次，所以第一个层次是这个，就是只有钢琴弹那个，这是最弱的层次。然后这个有八小节，就像这个。然后呢，下一个这个，这个也是八小节，这开始就会有那个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它的。后面四小节会有一个就是心脏声，就是咚咚咚咚咚。现在第四小节，然后进第五小节，所以这段也是八，这段也是八。然后再下一段就是那个了，就是要换六级。就跟副歌一模一样，跟副歌的和弦组是一样。他们这个换的地方，我们就唱。现在是第五小节还是四节，然后第六小节进六节，然后我是扣四级对不对，四级，然后五级回一级，然后 break down， 然后这个是停在第二个小节，对，总共六，第三小节，第四小节，Chorus. Softly. 副歌 Go. 好。对，这边修六小节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六有点多哎。就有点长，漫长。嗯、有点漫长、嗯，要习惯一下。可以不要吗？可以四吗？我觉得六真的有点多。Chorus. Softly. 那个陈伟不好意思打岔一下。Hi. 那个 Bula 那边呢、啊，换成六级以后是要走四，对不对？对，四五一哦。就不跟副歌是不一样的嘛，嗯、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所以确定一下间奏，对，间奏那一段的不会是二五一，间奏结束之后不会走二五一。好。那我可以只有四小节吗？尽量。你的尽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剪剪看，然后剪起来不怪的话就可以。好哦。因为我是觉得前面的 build 已经很久了，这边又要等，我觉得大家很容易，就中间很容易打。Chorus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。好，可以。哦，谢了。所以变四小节。嗯哼。Chorus， 所以应该是本来就有两小节，后面再两小节这样子。嗯，哪一段？这里啊。对，应该说就是那个最后演唱。这里总共这样子四小节。应该说不是。
写这个是两小，这边写六，所以这个延长是变成四。对，我就把它对，现在变成四。好。好。要从哪里走？我们可以从头走。哦，可以从头走。哎、欸，也 OK， 我也 OK。OK， 从头。One, two, three.